Shalom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时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为重要却充满智慧的主题，就是呢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个主题是来自于呢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35节，他说：“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。”扶助软弱的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让我们一同呢，在上帝的话语中呢，寻找真理的光芒，领悟呢施与受之间的深刻的奥秘。使徒保罗在这里呢，回顾了他自己的侍奉生活，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教导，而是以身作则，示范了通过呢劳苦和奴隶呢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，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句话呢，不仅是一种的道德的指引，更是揭示了天国的价值观。施的价值在施予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不仅呢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，更是呢表达呢对他人的关怀与爱。这种的无私的奉献呢，不仅呢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，也能够呢给我们内心的满足与喜乐。受的意义呢？什么是受？接受的意义呢？接受别人的帮助呢，体现了我们对他人的恩惠的感激之情。接受呢，并不意味着呢我们是一个弱者。而是我们承认了自己呢在某方面的不足，愿意接受他人的支持和爱。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呢，施予是一种的祝福，因为通过施予呢，我们成为了上帝的恩典的管道，传递了上帝的爱和祝福。施予我们能够更像基督，因为基督的爱呢是无条件的给予。耶稣基督的一生呢，就是施予的典范。他医治病人，喂饱了饥饿的群众，最终呢，为我们的罪呢而舍命。耶稣的每一个的行动呢，都在宣告呢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。现代的社会中呢，许多的慈善家呢和志愿家，无私的奉献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源。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，关心了周围有需要的人，比如呢，帮助邻居呢提重物，在教会里呢参与志愿的服务，赠捐衣物和食品呢给有需要的人。教会是我们共同成长的属灵的家园。在教会中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呢奉献时间、才干和财物呢，来支持教会的施工的需要，去帮助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牢记呢主耶稣所说的话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通过施予呢，我们不仅仅呢是帮助他人，更是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呢，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祝福和喜乐。让我们今天开始呢，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呢，能够实现施予的精神，成为上帝的爱的传播者和见证人。愿上帝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在施予中呢更加的丰盛，在爱中呢更加的完美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呢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施予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施予中呢，能够体验到、经历到主你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，让我们每一个的心都能够成为一个施予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愿你通过我们生命中所传播出来的这些的见证，也能够影响周遭的人，能够认识你。来荣耀你的名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们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愿上帝祝福你们，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。